每班手机都在发四个，好累啊。我想讲呢间房系劲靓，我劲满意咯。OK， 我俾大家睇个厕所先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佢成间咧都系好白咁样嘅。好乾淨啦，即係用嗰啲嘢又，哇，係咪好吸引呢？噔噔，跟住咧又有奇缸啦，又有浴缸啦，有浴缸係勁難得嘅事咯，我想講。好靚啊！呢間屋真係好温暖咯，我最覺得以後我自己間屋都要咁樣去整。跟住咧就係、是、牀啦，勁靚咯，又係白雪雪咁，好乾淨。就有个小台阶咁样，咁你行上去咧，就可以见到一个 mini bar 的啦。嗯，好唔错，我觉得好过我哋上次。我哋啱啱嚟到无脑锅，噔噔，呢个就系我哋台湾上次带我嚟食系劲出名嘅火锅店，咁佢就有一个麻辣锅同埋一个唔系麻辣嘅，两边都好好食。好好啊！哇，好凍啊！夜晚，夜晚同朝頭早真係，可能你食唔係凍，但係朝頭早夠暖啊！真係，得十六度。我都係著住咁樣樣咋。你大隻啊！係啊，我保護你。係你保護我。交保護費。咩料啊？你知？我用咗呢個真同啊，同一隻啊。泡了，真的在泡了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这栋叫做 ATT 的商场，那我们就准备他们说喝杯嘢这样，好靓啊！这里就好像香港的中环那样，就是啲咩 W Hotel 啊，跟住所有那些中环那样咯。呢度应该是我上次嚟台湾冇嚟呢度，好靓。好食啊，啱啱！好食啊，好飽啊！好柴，好食啊，好飽！我唔知咩睇啊，好凍啊！我話你一齊行啊！好，我哋一齊行。凍啊！你凍唔凍啊？唔凍啊！好暖啊！嗯，著得太少衫啦。佢帶多啲，佢又喺度話我。我冇話你咯，我純粹唔知帶乜啫。咁，你而家覺得我啱啊？應該帶多少少。你攬住我咪得。我完全呢件褸係 Brandy， 好似 Helico 啊，係呢件褸係 Brandy。出嚟，
但係兩個夾都唔知道去到外國要帶十個夾定四個夾嘅。唔係，嚇咁你帶幾多個夾係同你帶啲衫厚啊嘛？咁梗係要帶啦，係嘛？咁我去日本都帶好厚嘅衫嘅，但係都唔使帶。咁我可能……哎，算啦算啦算啦，我錯啦，好冇？我冇人喺我冇衫著。我們今天情侶裝，你昨天有情侶裝還是情侶裝都有情侶裝，你有沒有發現？我們昨天是包細哥，我們昨天是這個格仔情侶裝，今天是這個Bomber情侶裝，我們現在就出發去吃，又壽司了，黃州道，好美麗，穿著短褲，我跟你這麼襯的，你不想跟我說很襯。我們今天吃三種，真的好吃，我們解釋了我們今天吃的有壽司，所以就你們現在吃完吃了一次之後就超喜歡，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想再去台灣都是為了他，很厲害，我剛剛解釋了我們今天吃的有壽司，所以就今次再來了，台灣人都被我們燒著了，我們教台灣人吃東西，厲害，我們是台灣人，可樂真的很辣，第一個就是這個甜蝦上面有蝦膏，很好吃。我先吃一下，好香蝦膏，好美味，還有飯不多，我的飯不多，可以吃多一點，因為你的飯很大塊，你最喜歡的魚湯麵，魚，我試一下。好不好吃啊？好有鱼味啊！呢个系咩饼嚟？三文鱼。嗯。三文鱼嗰啲骨。呢个系重点推介嘅苹果丝牛蒡丝卷，你咪听个名字觉得系唔？完全不吸引，但是吃下去是癲的。我 iPhone 6都試過魚丸小姐啊，會行開就。嗯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入面有啲千島醬，酸酸甜甜，跟住又有蘋果嗰種。不過呢個係好吃噶，唔係為點解要叫佢點啫？真係好。嗯。但係你食呢個咧，應該要打嚟同佢講。他說遇到準備，真的很美。這個是鮮鰻魚壽司，為什麼你那個這麼漂亮的？但我那個最漂亮。 Mandy，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話追過你。唔好意思啊，等一下，應該都差不多，應該飽嘅。嚇得啦！我話頭先阿追過勁長咯。係咯。跟住我哋嗰個勁姐妹一個未開場嘅，聽我講話。咩話？我食開短嘢啦。冇咁講嘅，個師傅嘅 idea 嚟。邊個日本人嚟？邊個嘅？我名就超，嗰個係短啊嘛。咩？我話，即係話我食開短。是我咯，系啊，我哋有问，即系长嘢，即系我矮啊，就短啊。你个人好负面啊！我开心饮茶，不可以讲唔得，冇讲都唔得啊啊啊！那你反正你就记住了，就是只要他一发，你来不及了。对，你都不要说话。对，高兴。哎，不是，你头低低，乖乖让他骂，他骂你不高兴也是一样，你千万不要让他看到你眼睛。他会 stop 的会比较快，好啊，对对对啊，你就让他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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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吗？骂完骂完，你也去止住了，对不对？确定他止住了。好，过去倒杯水，来，我不。啱啱个司机讲嗰啲嘢好啱我心意。咁你同个司机拍拖？点解嗌人有冇睇啊？冇嘢睇嘅你噶，废嘴。我都想睇。你睇下，废嘴。我都想睇喎，佢想睇废嘴啊，后面。我哋而家咧嚟到呢个东区行街啦，东区商圈。好冻啊，姑姑。好啦，冻。呢間就是我哋上次有行嗰間咯，你話高月生你想買？呢間啊嘛，啊係唔係啊？我行嗰啲咯。Jam， 敦化南路一段187巷14號，就喺呢度。佢好中意呢間 Jam， 就係有好多啲潮嘢嗰啲咁。我上次就想幫我哋買嘢飲，就係呢間 Soma。头会爆炸，我顶帽都不是顶了很久了，都是会渗雨。我刚刚买了这个耳环，哇，好漂亮。你没看？有啊。是什么？看这个。它无望啊。对，这是男生的。男生的。对，哪一边是？一啊，一份就可以了，就是一件一打工。一份。我的耳啊，就一个。那我帮你搞定这边，我喜欢这个。来，那选哪一边？来，好，再选一边。嗯，这边。哇，好好味啊！不行了喂。几好？呢个边去边？去咗，我想去嗰个圣诞城啊！我完全没看过对鞋。哦，这个超好吃。你还记得啊？我可以先吃吗？可以。再点吧。哇，跟你啊。哇，好多种。鸡皮先。我冇食啊。咩嚟噶呢个？大肠。大肠唔食噶。我食。起晒鸡皮喎，真系。咁啊，未有啊。嗯。很好吃的。佢系整咗啲油。一定要系饮。好正。诶，又饮啊！这个是什么？系咪苹果汁啊？系咪苹果汁啊？好没喝啊，还是两个好的胡椒粉搞得好辛苦，平时大声啊，呜呼呜呼兴奋啊，嗯，好吃啊，好冻好抵，你要拍这个啦，你拍自己好吃，你只话好吃好吃，你又拍啲嘢食，哇，有看他的意思吗？吃饭啦，食完就摆喺度。你话佢张床单几个礼拜，你食？我成日叫佢换，佢都唔换。咁你成日喺屋企食宴，我食得咯。明天，明天去吃。我一个礼拜换一次喎。唔同，不是热炒。什么嘢咧？我复佢啊！我边个？啱啱话见到喎。我佢话搵我打招呼啊，我走咗。好正。依家好正。我哋依家咧系。好好食。我哋依家系百德路嘅留守本店，即系最原始嗰间系最好食嘅。佢哋话喺咩度？天波所啊，真系好食牛嘅同埋牛小排同埋炸鸡软骨同埋鱼，鱼豉豆都好食，鸡皮，鸡皮好食。啊，鸡皮仲有咩啊？鸡皮啊，豉豆都好嘅。豉豆唔讲啦，系啊，豉豆都唔系。唔系，豉豆真系好食。佢好食唔可以唔可以講噶，可以講。可樂都好飲噶。大家就是去夜店玩回來都要吃這個劉媽媽涼麵。你太震驚了吧？都要吃劉媽媽。你看我的臉跟你的臉，你很紅。他醉了，醉了。沒有，他有醉。我是。是太讚了。你看。弟弟，你做乜管我走啊？我好卵入戏啊！自己家，就是他跟他叫，他就会送凉面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刘妈妈凉面，他们说喝醉酒一定要来吃的。对。
对，坐哪里啊？塔吃。我们坐哪里啊？你不要那么震惊好不好？他喝醉了。我没有。我没有。我还是很漂亮的。谢谢你，我六米。540。还没留了六米，我想问下。干过我。冇料喎。你摸咁粗鲁啊！傻啊！花生酱捞面啊，系啊，得啊，真系花生酱面，系啊，你试下。啲菜喺边啊？啊，要等位啊！我睇下有啲咩食先。食几只？有原味。嗰个葱我都好似好正喎，椒葱我都想食喎。辣辣，我爱食辣辣。不过餐都饭都已经好想。蒜味拉麵，一定是辣辣，一定要吃辣辣的啦！你在說什麼？辣辣哦，辣辣啊，辣辣！我就覺得自己好酷啊，成日講這些東西，辣辣辣辣！大家有沒有想中到？辣辣，終於到了，你那個好不好吃啊？你那個是什麼魚味啊？還是葱啊？葱啊！啲面點啊？好嘅喎，你覺得好唔好食啊 ？OK 嘅，我覺得，即係我自己中意啊。但我覺得唔夠濃咯。咩啊？你自己可以 check 噶嘛？你揀普通定係特濃啊？普通咯。咁啊係咯。你特濃啊？係啊。好啦。你可以揀。我驚太鹹嘛。咁你而家又話完全唔夠濃。咁我點知啫？咁如果一難，你會唔會揀特濃啊？會啊，我都係。餵食屎啊！真的好吃啊，值不值啊？好命好命好命，真的好命，你試下個湯。